这是不能讲你二十九，我跟你讲你二十九，没有了。这个多少？二十九，写大大。不是二十九，这个是28个字的格式啦，四个手指啦，是吧？金燕，看到这个燕吗？写个安上。好。安，如果你不要的话，你可以先写下来了啊。可是还是这样，这跟他这样啊。这个记得吗？啊，不要写成看起来是无啊，有无的无啊，讲话，所以你要的你就把它拉长一点，更好一点，行吗？你啊，因为有时候那个无啊，我们写三横短横，可是这个不是横的，这是一个宽一点啊，这要什么写？说啊，最好是这样啊。说出有什么？啊，这个是五啊。有无啊？无这样啊？哦，那是这样。有无香，我把它改哈。如相故是吧？是明出啊？出可以拉下来，出且对吧？拉近一点啊，山川啊，山川什么？形式。乃尔什么？可给他谁可啊，好，还是这样，而可以什么以是吗？不你们要不还可以在这边来下去好，不要吃那没关系，游牧，比较舒服。这个就是那个青燕，啊，青燕，两个字呀、啊，青燕，对，两个字。好。冬天了。懂了。电卦叫冬了。OK 啊，冬。耶，立冬，立冬过了，有立冬跟过立冬啊。对啊。现在你们写到现在，您的名字啊，应该是整个帖里面最好的字。每次练一次，写一次。